在你踏上离别的火车那一刻，我只顾着流泪，忘了回首，忘了说。大家好，我是少城小哥龚新安。今天的话那个收到杀鸡产品了，一对这个瓷器啊，然后还一幅这个老字画啊。我们先来那个聊一聊这个瓷器啊，这是一对，也是一对瘸品的啊。这个上面的寓意呢，我看一下啊。这么多纸啊，应该是都纸啊，都纸应该还有这个都福的寓意啊。后面有路款啊，这是一对瘸品的，看一下这个胎啊，胎底的特征，这个是明目清初啊，八到三人的作品，朱涛。八到三人呢，一个姓朱啊，他这上面是应该是草题啊，草题。江西的一位名家啊，康熙时候的啊，一位名家。啊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字画。这个字画呢是应该是民国时候的一幅字画啊，尺寸呢比较大，上面有路款啊。凌霄梅玉丸啊，凌霄梅玉丸。哦，这个应该是一个民国的一个收藏家收藏的啊，上面有名字啊。等一下我回去看一下这个凌霄梅是不是名人的啊。这个绘画的话，画的是有阁楼，有山水啊，意境比较好啊，有意境比较好。还有一个人在垂钓，还有一位老者在垂钓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啊，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啊。